哎，不是、啊、不是、啊，黑熊在往哪？你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才刚下车，马上就被远景呵斥。黑熊在往哪？眼看做坏事被发现，黑衣男子假装镇定，但终究逃不过警方鹰眼。你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看到道路影，道路影。黑衣男被逮个正着，支支吾吾，话都说不出来，马上被控制。原来他趁远景盘查其他人时，朝一旁的分隔岛草丛丢弃身上的毒品，警方只好围在草丛旁仔细翻找。犯罪，来，这啥？草丛里找到一包安非他命，当场人赃俱获，只能乖乖就范。21号凌晨1点多，这名巫姓驾驶和朋友经过万华蒙甲大道，神色紧张被拦截。除了驾驶丢弃的安非他命外，远景也在一旁友人身上查获安非他命及海洛因，双双被送办。19号万华发生重大枪击案，台北市警局开始执行安城专案，从19号到21号抓了2名枪炮犯，还有毒品案24人，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等，一共逮了35人。就怕只是一声枪响，又会再度挑起民众对治安的恐怖印象。TVBS 新闻蒋慕宇、苏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